想试一下。这看起来好难啊！是五个那个吗？一个？每个试一个，先试一个，谁要挑战一下？我想试一下。好，来来来来，马瑞先上。一个都摇不起。啊，一个先试一下啊。还可以，还可以哦，还可以。五个，腰好。再来两个，两个，两个，先试一下两个。小心腰受伤哦，马瑞，你的腰、马瑞这个不行的，马瑞这个你肯定不行，你不要高估自己行吗？对，不要这样，马瑞还没生孩子呢。哇，厉害！走两步，走两步，走两步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可以可以，挺好的，厉害。我们请老胡上来试一下，怎么样？来来来，好厉害呀、啊！你先试一个吧，走两步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可以可以，挺好的，厉害。我们请老胡上来试一下，怎么样？老胡加油！来来来，好厉害呀、啊！你先试一个吧。你这一个都不行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没办法，他没有腰，他没有腰，主要是没有腰。赵小叶来试一下，来，还有陈威，我看到马瑞试成功了，我突然有信心了，我觉得我也可以。可以可以的，来，预备，起！哇，好厉害！可以可以，这样的这样的，保持这样的。谁要是今天时间保持最，你说你比别人长，你比别人跳得最快，你看这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，哇，好厉害！有腰的人基本上都还行，但是女生虽然这个还挺好看的。谢谢两位。哎呀，刚才你们俩已经说了知心话了。你听你老公的话吗？我其实还是听的，还是听的，其实还是听的。那不时就是不听了。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小脾气，但是脾气稳定下来了，我还是听他比较听他话的，因为我这个人属于大大咧咧，就是丢三落四这种。看得出来，如果不是这个大大咧咧的人，也很难迎来苦尽甘来，好吧？祝福你们啊！非常感谢你给我们今天带来的。呼啦圈表演啊，以后就不要再拿什么再高的记录了，要保重身子，生孩子啊！好，谢谢谢谢你啊，祝福你们，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